即使到了冬天，冰箱冷冻库里还是要囤好冰淇淋才行。近日 ，Lotte 爽冰推出冬季限定口味起司饼干口味，咸香的巧达起司饼干，搭配香甜可口的爽冰双麒麟，这组合谁能不爱呢？ Lotte 爽冰一直是许多人到超商买冰淇淋的首选品牌。香甜浓郁又绵密的香草冰淇淋，刮一口就能感受到无比滑顺的口感，一入喉香草的香气瞬间占满整个口腔，是夏天消暑必备圣品。最近 Lotte 爽冰推出冬季限定新口味巧达起司饼干，这款被日本网友们誉为是冰淇淋版的乳酪蛋糕。咸香浓郁的起司乳酪味搭配爽冰香甜的香草冰淇淋，咸甜咸甜的滋味让人一吃就叼住。另外这次爽冰起司饼干口味还在冰淇淋里加上许多起司饼干，吃一口还可以咬到脆脆的起司饼干，口感层次大升级。现在这款爽冰起司饼干口味在全台 7-Eleven 独家贩售，每个冰淇淋售价59元。今天下班就先去附近小七找找看有没有这款新口味吧。爽冰双麒麟已经是小编的心头好了，现在又多起司饼干口味，看来这个冬天小肚肚又要多一圈了呢 Tilda。